要喂鱼了。守望山到了，谢谢啦。阳光、沙滩，就这样让我休息一会儿也挺好。快看看天福的伤势。怪大叔，他中了泉又喝了海水，周身经络混乱，无法清醒。这时候就要拿出我的看家本事，疏通气血的摸摸侠推拿法登场。是谁在愚弄我？混沌能量只有混沌王可以控制。怎么会？他的理想和我都是要恢复自然啊。你知道如何实现吗？是什么？是毁灭所有的生灵啊。这天福，你忘记混沌王曾经的恶行了吗？我想不起来了。混沌之力清洗了你的记忆。可恶的骗子，我这就去将他打下山去。天福冷静，十二御手的封印之力才能制胜。我回归御手形态。御手队长云龙。他是自愿臣服混沌王的。云龙，你守望山实在是太高了，我要没劲儿了。前面有座神庙，去那休息一会儿。大人，大人，你怎么了？囡囡，大人的体温出现了异常，你快看看，是泡了海水的缘故，他身体在发热。麻烦了，导航系统探测到前方有一些草本植物，能帮上忙，只要正确调配就能退烧。我这就过去。这庙以前并没有，要快些找到草药。大人，坚持住。热，渴。咱们进去吧。白父子，半边莲，北沙参。藏红花，找到了！这三味药可以调配出退烧茶饮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太子茶，能解湿热，快喝吧。原来中草药这么厉害！我们快穿过这神庙吧。且慢。你是谁？御手云龙。云龙，你是摸摸战队队长，为什么要背叛守护之士？穿过回廊，答案自明。这些植物疯狂生长，一定是云龙干的。我们就披荆斩棘闯过去。密林我见多了，这些是小 case。出生之毒。邪术精怪，小心出手。难道变身？凉水。唤醒正义，守护家园，我是摸摸侠。我没功夫跟你闹了，元素之力，烈焰飞翔。
这样穿过去，时空意境冲破它。宇宙空间星体碎片，我来看看。他们是摸摸侠和云龙，云龙十二守卫在摸摸侠前发誓，摸摸侠和云龙在对阵敌人，封印法阵。云龙为什么会背叛呢？摸摸少年，你当自刎。云龙，摸摸侠者，重责加身。风华少年，何以为此？我要守护我们的家园。痴人妄语，今天之意，智者唏嘘。不子之损，封印混沌，寥寥数载，邪魔再生，号令乱世，惜死何生？这混乱祭天，顺天者生。云龙，你错了，默默之力预示希望，你忘记了吗？黄口小儿，莫要再言。落云化扇，雷霆万劫。元素之力变刃，重转之际，欢迎防御。元素之力流金被穿过了，以卵击石。云龙的攻击属性完全无法掌握，再试试其他攻击方式。灯蛾扑火，自取其辱。是打不中，抓住你！元素之力，神木缠绕。黔驴之技，你怎么躲？刃如藤木，迅如烈火，木如厚土，坚如真金，灵如流水。哎，神木摸摸拳。龙勿用。再试一次，山崩猫猫拳，匹夫之勇，无聊至极，亢龙有悔，飞龙在天。剑龙在天，呵！没想到实力差距居然……结底归根，凡人去身，望城逆天，一笑寰宇。我要打败混沌王，一定以指饶废，一败涂地。云龙，放开我！你做什么？摸摸之力，飞而所配。摸摸之力消失了。凡夫俗子，再莫出现。娜娜，我怎么办？大人，无力蝼蚁，可悲至极。我不会放弃，我要把这石壁粉碎。娜娜，我这就来救你。